安乔，沈老师，我是不是够准时啊？我马上就好。谢补吗？坐。安乔，在这里工作都开心吗？挺开心的。其实我最近正准备拓展新的分店，你有没有信心替我分担一些压力？沈老师，先谢谢了。不过，我觉得我还不行，怕辜负了您的信任。安乔，在我心里面，你一直都是最棒的。我相信，你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。沈老师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不过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一点都没变样，真是个倔强的姑娘。沈老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不能再随便挂我鼻子了。对对对，是老师我疏忽了，忘了咱们家安乔啊已经是个大女生了。